包咩200块里面没有，来多嘞，来打来刚刚来会打到多少钱？好，谢谢谢谢。好嘞，这个哈、哦，理事长特别给你200块的小费，那你怎么跟师傅处理？那我100块，黄安哥100块，剩下全部他们不计其数，好不好？不计其数，多少钱我没算，好不好？你是跟师傅处理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刚刚。今天一把轻轻烟哦，我记得机会赶紧做会出来，一台美女，大家再相会，谢谢。来，我们今天那边逛街不？No. 来，坐。No. 我是底下的。来，黄大哥，来，黄董事长，邀请嘛，等待来，过来，来。要我怎么想？他过来，秘书，可能什么不能进得到啊？来，我们进来。来，我们拿下一台机台照相会。您的台胞证跟您的护照，现在准备不要给我。下飞机，等车停稳之后，把属于自己的座位上面、行李架上面、行李舱下面属于自己的东西全部一次性带好下车，好不好？好。那等会的话呢，因为师傅的车开走之后就不能够停留的哈。